通咁誒，即係又少出街咁誒咩咯，係韞喺屋企啦。當係即係新抱仔咁嫁咗俾人哋，即咪有啲情緒病啊？去廁所都要人抬我去。開始嗰陣時咯，啊嚴重喎、啊。又醫唔好，又要睺錢啊咁咯。我唔想做人啊！我痛得好辛苦啊！紅牆黃瓦，中文牌樓，石獅子，紅燈籠，大大小小嘅同鄉會。横横掂掂的广告匾额都是很多北美唐人街的特色和标志。满地可的唐人街在加拿大各大城市中名列第四，虽然规模不算大，但就胜在地方色彩够浓烈。假日酒店楼顶的典型东方风格建筑物更是这个旅游热点的特色点缀。唐人街 Chinatown 又被称为华埠或者中国城，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美国和加拿大。由于早期土地法规禁制的缘故，很多海外移居的华人惨被歧视，被迫要聚居在同一个地方。其实离乡背井，远赴外地生活，大部分移民最终的目的都是想有好一点的生活质素，或者寻找到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在陌生的土地之上，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又需要付上一些什么的代价呢？生长至小康之家的李元妹，由于妈妈是一个妾室，而爸爸就偏爱大妈的缘故，所以自小就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成为一个文盲。随着中日战争，香港沦陷和大陆变色几次的走难，袁妹的家境渐渐变得非常贫困，而当时只是少女的她就要很无奈地接受一个这样的安排。我的老豆呢就死了，就剩下 我老母和一个妹，搵食很艰难，就所以呢就当是即是当是即是新抱仔咁嫁咗俾人哋，咁去咗人哋嗰边咧就好艰苦，就同个丈夫就唔啱嘅，三年都唔啱噶。香港光复之后，袁妹离开乡下嘅丈夫，翻去香港投靠妈妈，一心以为生活可以重新开始。可惜是事与愿违。我的丈夫呢就又是在乡下走出去找我。我那时我不肯回去的。我妈就说算了，她现在来找你就回去啦。回去之后呢就生了一个大仔。我生了一个仔啦。咁咧就係、是、就我又做唔到工啦，咁啊冇地方住啦，咁就去咗我阿媽度，去咗我阿媽度啦，然後咧就我阿媽同我湊，就我自己去做工啦，正式個主袋做米缸，日日咁樣去買斤糧米翻嚟煲。煲一煲饭，煲饭咧，有豆腐花行过就买五个鲜豆腐花，俾啲豉油咁淋落去就啲仔女就食咗就个个翻学，冇办法挨啦。嗰时我玩个脾气想走啊，走出门口睇，拧翻转头睇见对儿女好活泼。自己唔捨得，咁啊走翻轉頭咬石牙根係咁捱啊！1960年喺滿地可做廚師嘅葉慧瑤，
希望父母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他成家立室，所以就去香港物色过埠新娘。结果他遇上了在国内出生家境清贫的方远兰 Helen。有三个媒人啊，担保我介绍俾我，介绍俾佢，有个好肥嘅，我一力担成佢，介绍俾呢个姓叶嘅咁。见到佢啊，好可爱，靓，咁咪吸引我哋啊，冇乜嘢啊，行下街啊，睇下戏啊，咁啊去嗰啲花园啊，影下相啊，咁啊系咁。因為我即係又係大女咧，咁家庭環境唔係好好嘅，咁我都好唔安樂嘅，咁咧既然係結婚即係可以幫得父母咯，而且又有出路啦，咁我咁拍拖望耐咁咪結婚啦。嚟咗滿地好，一直都係喺滿地好歸置咯。源於唔通咁誒，即係又少出街咁誒咩咯，係韞喺屋企啦。咁誒跟住啊一個仔一個仔咁四個一齊咩咯，一級級咁出曬咯。咁啊讓我佢哋大個啲咯，咁我咪咩咯，我咪即係去揾工做咯。可以幫鄉下家庭啊，又想申請咧父母嚟啊咁啊。我係喺 office 做清潔嘅，一做咗廿幾年啦。咁我做係夜晚嘅，咁我煮熟曬飯啊，嗰啲仔個個放學翻嚟食咗飯，咁我先翻工噶啦。我先生係做廚嘅。佢做日頭，我做夜晚咁咯。我翻工咯，咁佢又放工翻嚟打理嗰啲睇住嗰啲仔咁咯。嗰時佢啲人工好低嘅，$60一個星期嘅嘢，咁即係慳啲咯。我又打理家下，又翻工咁咯。咁有時即係好忙啦。有一個時期咁，我有飛化啦，好嚴重啦，開始嗰時咯，嚴重我又醫唔好，又要睺錢啊咁咯，又打理啲仔，自己又病啊咁。睇醫生都唔得閒去嘅，係醫生上門嚟睇我。1974年喺大仔嘅申請之下，袁妹一家移民滿地可，而且利用喺香港嘅手藝。继续在工厂车衣赚钱，冇几耐喺个女嘅引导之下，佢认识咗基督教信仰。我初初嚟到满地可咧，好唔习惯噶，因为咧就系礼拜一至礼拜五咧就翻工啦，放工翻嚟咧就做家务啦。咁啊，禮拜六同埋禮拜咧，真係好苦悶啊！去唐人街啦，冇可能去到噶，又去到唐人街咧，就嗰啲西人咧歧視我哋，唔俾，即係打我哋啊咁樣，好少嚟到唐人街嘅我哋。唯有咧就係禮拜咧就去教堂，咁啊學習神嘅話語啦。嗰時咧就起手咧就有啲好轉啦。佢就嚟到我哋教會嘅時候，咁佢就好有追求嗰個心咯。好多聚會佢都願意參加，又去主日學啦，又去我哋婦女會。咁喺婦女會好熱心啊，幫我哋有時啊煮嘢啊食啊咁啊，好多好熱心去幫其他啲人。滿以為生活會漸入佳境嘅時候，點知有一日，袁妹打咗工15年嘅工廠突然宣布結業。咁佢就冇得做啦。咁佢都諗住自己都有咁上下年紀啦，應該係要退休，可以係享有福。
點知嗰個時候咧，佢開始發覺佢自己啲啲關節啊、啲手腳啊啊腫痛啊，好辛苦啊！個人咧真係好衰喪啊，無可形容啊！即係日夜係咁痛到你咧，真係食又唔食得，瞓又唔瞓得，好慘噶嚇！又係即係坐又唔係，企又唔係咁不。不知怎樣的，直頭啲手腳唔喐得，就飲杯水都要人倒落我口度，所以我一日三餐都要人餵嘅，啊去廁所都要人抬我去廁所。我哋做教會弟兄姊妹都好幫佢，有啲都幫佢，有時都會我哋都會幫佢去翻譯啊，帶佢睇醫生咁咯。咁但係問題咧，佢嗰個病咧冇法子醫都好，反而咧就越嚟越嚴重啊！到有一個時期咧，佢嚴重到即係全身腫曬，嗰啲骨折咧就開始都變形啦，曲曬啦，啲腳咧都曲咗，即係佢都唔行得啊！咁就好辛苦啊！睇幾個好多醫生都睇唔到呢個病。啊！咁自己咧就嗰時咧就真係有啲咩啊？有啲絕望咁樣。我嗰時求神，成日啊神啊，你俾我翻上天家啦！我唔想做人啦！啊！我痛得好辛苦啊，日夜係咁痛啊。同樣喺其他人嘅印象之中。一直都是平易近人，乐意为家庭全然付出的 Helen， 竟然患上了精神抑郁的病，因而导致严重失眠。我的人又很内向，没怎么出声的，有些开心的我不开心的我都不说别人听，这样咯，那积不有些情绪病啊，有些不是很开心，这样咯。我咪叫佢咩咯？去见医生啊，睇下医生啊，咁咪喺啲心理啊，又点样安排啊？咁啊，等佢唔好咁忙碌，咁会咧，即系咧会啲咧家庭啊放松啲啊，咁啊唔需要咁负咁重嘅责任啊，咁啊希望佢啊等佢啊瞓觉好啲咁。情况好似冇乜进展，但系人嘅尽头往往就系神嘅开始。藉住主耶稣嘅爱，教会适切嘅关怀，令 Helen 同袁妹对生命嘅意义有真嘅体验。叶太咧，佢初嚟嘅时候咧，就系佢个仔嘅Dicky 嘅浸礼嚟啦。佢就睇到其他嘅姊妹对佢嘅关心啊，咁佢就即系睇到里边佢可以揾到佢真正嘅朋友。咁佢就開始嚟到去參加教會。喺我更深認識阿葉芳遠蘭嘅時候咧，我知道原來咧，即係佢有失眠症，即係佢嘅失眠咧係好嚴重，要借重藥物啊嚟到去幫佢瞓覺。I think that was probably a tough job because we were 4 boys, and pretty much close in age.佢哋喊啊，佢哋打交啊，或者佢哋唔開心嘅時候咧，佢自己都一個人喺曬心裏邊嘅。咁即係冇乜機會去將佢心裏邊呢個困難或者啲唔開心嘅嘢同人分享。我個仔咧去訪朋友，嗰個朋友咧就識到一個喺多倫多嘅做針灸嘅。但是呢我多倫多沒有人，
又冇親人，又冇朋友，即係朋友唔得啫，係嘛？你去到咁遠啊，好成問題啦。咁咪唯有祈禱咯，真係好奇妙啊！真係好感謝神啊！喺美國做嘢噶嗰個大嗰、那個女婿打個電話嚟話，真係好啦，我公司咧派我去多倫多啊，咁你咧就有着落啦，咁啊，由頭針到落腳，針咗六個月，咁咧稍微有啲轉質啊，好好啦，但係咧成身腫嘅，冇消到。咁又轉咗去睇嗰啲骨科，轉骨科，咁咪消咗腫。神又帶領我去識到一個中醫，咁樣咧就佢就一邊醫住我，一邊做運動。咁我去 YNCA 嗰度啦 ，YNCA 唔肯收我噶，即系见我行路行得唔即系唔稳阵咁啊！我个女就嗌佢，俾佢试下咯。咁试咗两个月，咁然之后咧就咩咯？然之后咧就俾我入会，就继续做，风雨不改，系嘛？大风大雨都不改。我一樣去做運動。以前個身體好差，行路都有問題，行啊咁趌下趌下噶。依家咧真係好好，連埋頭髮啊都黑咗。我以前見佢嗰時呢，佢哋坐輪椅度，我隔離樓下，就冇咁生根啦，冇咁生猛而家啦。咁我而家去玩呢，我見到佢行就得，哇！乜你而家咁好啊？佢話我全靠係嚟運動咯。自从信主以后，利源会同叶方远兰都有好明显嘅改变。类风湿关节炎唔会影响原会倚靠神嘅心，而精神郁结亦已经唔再系 Helen 嘅包袱啦。我依家呢系信咗耶稣，个人生观又唔同啦嘛。即系我以前系即系同人哋即系唔系我都沟通啊，好小朋友啊咁咯。我翻到教會啲咁又好多弟兄姊妹啊，咁好同心啊，過著團契嘅生活就係咁咯。我人都開朗啲咯，個人開朗咗咯，即係可以將佢心裏邊嘅唔開心嘅嘢同其他姊妹分享。咁我哋可以同佢一齊嘅祈禱，一齊嘅睇聖經説話嚟到去分擔。咁同埋咧，佢自己都識得唔可以同人講嘅嘢，佢可以同主耶穌基督講。咁以至咧，將佢呢個嘅心靈裏邊嘅擔子可以放低。我的太太回去教会之后呢，她的心情又在大改变，不要这么暴透啊，那些人人都有即是求子的话，是有是人的。她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是可以说没有敌人的，个个都赞她。一提到叶太就说，哎呀，她很随和的，还有呢她很肯帮人的。When she did accept Christ,I think she had more sincere love and care for the kids, and that I think she probably felt the love of Christ more in her life, and that probably reflected in her own life towards the kids. And I can also see that in her life at church too. She would be happier in serving in the church, in preparing meals,and doing whatever she can to participate in church. 我生活好充实啦，咁我有困难我交托俾神啦，神赐福我，都成日自己感恩啦，内心感恩神。佢話：你們呢就要時時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我呢隻眼睇唔到嘢噶，啊，就係係得呢隻眼嘅啫。今日都好感謝神，俾我得一隻眼咧，都可以即係睇得好多，好清楚。佢經歷咗神嗰個愛之後咧，即係啊，好願意同其他啲人嚟到分享咯。即係佢即係好多時都係你睇到佢都係願意去幫助人。雖然佢自己係身體上係冇好唔方便，但佢幫得到人嗰啲咧，佢都係盡自己能力去幫。咁咧因此咧係激勵咗好多啲老人家。佢不但鼓勵我，就鼓勵好多人，好多人啊！佢又話：阿姨母，你又好夠行啦，你咁得閒咁啊！我都未行，乜名款我都未用，我又唔識，我奶我識唔奶識？旗號啊！佢會下就識啦，我以前都唔識字噶，我而家識到好多字啦。喺唐人街大樓又認識好多啲老人家啦。咁佢就會帶佢哋上去我哋喜樂團，咁帶佢哋去認識主耶穌。矗立嘅牌樓雖然有啲殘舊，但係仍舊無懼風雨咁，繼續將東方傳統文化嘅特色向人流露。同样到了暮年的利源会和叶方远兰，因为找到主耶稣，纵使生命曾经有过不愉快的回忆，仍然掩盖不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正喜乐。如果人生是只是这样劳劳碌碌的时候，没错，都可以有很多的很开心 的时间，但是人呢不是只是有我哋呢數十寒暑咁短嘅日子，我哋係有永生，係耶穌基督可以賜俾我哋嘅。並且咧，當我哋嚟到接受咗呢個耶穌基督之後咧，我哋亦都可以幫助別人咧嚟得到呢個咁大嘅福分。讓我高舉稱讚你。不知识赞美，大爱恩典心永记，颂赞感恩一切归你。亲爱的朋友，你心里面的幸福价值观又是怎样的呢？你是不是都希望可以在主耶稣里面得到真正的福乐呢？请马上打电话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内心感受吧。你亦可以去我哋嘅网站留言，恩语之声嘅网址系 www.sobem.org。愿神赐福你。你信耶稣啦，我唔使怨天怨地噶，我信咗耶稣咧，好开心，交托俾耶稣咧，就安安稳稳噶，就去做去度日噶啦。时常虔诚神公地，牺牲舍己，历尽世上苦与悲，甘心钉死，复活赦罪仍权能，赐永生福气护荫，让我高举颂赞你，不知识赞美。爱恩典心永记，颂赞感恩一切归你。